建厂超过90年的英国豪华品牌 Bentley 发表全新四门房车 New Flying Spur， 一样展现经典的造车工艺，而且动力更强，速度更快。Bentley 是来自于英国，那是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一个车厂。一开始的时候是在赛道上起家的，它是在利曼赛道上曾经呢获得了无数的奖项，所以呢对于开发大马力、大扭力、以性能超价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房车跟超跑呢，是它的看家本领。除了 Bentley 一项擅长的精致手工内装，在加入 VAG 集团后 ，New Flying Spur 使用知名的 6.0 升双涡轮 W12 缸引擎，马力一举来到625匹，0到100加速也仅需4.6秒，极速更是达到322公里，号称史上速度最快、动力最强的四门房车。此外，在外观线条上也修饰得更加立体、动感，为的就是吸引更多年轻多金的买家。随着整个的市场的改变呢，新兴国家尤其是在亚太地区的市场的比重越来越重，所以其实在它整个全新的设计里面呢，市场的考量很重要，所以他们在整个的年龄层呢大幅的下降，降到差不多40岁左右。原厂表示，全新 New Flying Spur 在设计时不仅考虑后座买家的需求，同时也注入更多的驾驶乐趣。希望这些准车主们偶尔也可以热血一下，感受赛车起家的 Bentley 带来的全新感受。